直播，所以现在该不会是唱歌时间了吧？噔噔噔噔，麦克风来喽，金色的。我不要了。有。哎呀，好可惜哦。对呀、啊，不然再唱首台歌。我们唱歌如果有这个音乐的话，会不会有一些就是版权问题吗？对啊，我们清唱就好，不用我们可以在旁边这样。我们清唱，清唱强者。对啊，毕竟唐老师要清唱强者，我也不好多让。姐姐封印解除了。你就是想看我这一面吗？解除了，解除了。你们就是为了看我最后疯掉吗？太感谢你们了！现在人数多少？3600。我跟你讲，凑到2000没有唱。哎呦，2000！我们自己平常都唱什么歌？哎呦，什么歌？姐姐的版本跟很厉害，我们随意，接下来现在下一首，你们点了我就唱。哎呦，我觉得你要先唱一首你们那首。对，来，我们很多动作，哈哈哈哈哈，没有音乐，自己想办法。我们先下去。上这个 key 了啦！好，我再来一遍，再点，我唱开了。来，等一下。哎，你知道当时在周星哲的演唱会有多金吗？不要看我这样子，好像很放肆。我其实，在后台喝了我杯 whiskey shot。怎么就说出来了呢？紧张了，真的。嘉宾，可是你会觉得你一招一出来之后，大家就会很期待，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就是越期待越想要做越好。对，你那天唱得很好，反应超好的。因为我喝醉了啊，还下不了台。对，你那天可以开转20。